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应该就是从这边进去吧？这边居然有人为的东西。Heard something.哦，他们是不是想要跟我抢这个炼珠厂？还有吗？应该没有了。回来喽，灰灰灰灰，完全无视别人的哀嚎，你的灵魂躲进了阴影里。对不起，我的灵魂已经被那个医生感染了。Still sniffing. Anyone take a look at this corpse?我觉得大概要两只。好像很难两只攻击到一个，攻击到他的头。萝莉鸟灵魂那什么可以吃吗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吃。我知道啊，我的灵魂会到那个阴影里面，一定是因为我有玩过黑暗灵魂的关系啦。那个太黑暗了，我就受到干扰了，灵魂就变成阴影了。这个也太大吧！哇，酷仔看他们的武器，谁啊？谁呀？快上去！I'll find you and make it hurt. 上方攻击！哈！挖掘钥匙。我拿到了一个挖掘钥匙。萝莉点点点，我要澄清一下，我并不是真正的萝莉。他们点了好多这个。核心者的箱子，核心者的箱箱，怎么会是人类嘞？ Fall before the shadow. 我先换一下武器好了，把我的武器换回来，因为我之前在解东西，把它换掉，这样我就可以当炸弹魔啦。什么时候累积了这么多技能？那就这个吧，这个吧。
看大魔。Look out below. Oh, 这个炼铸场基本上就是完全被入侵了。千条准度有落差，准度不好。都这么近了，还玩狙击，砍过去啦！砍过去也是啊，我应该砍过去的。这个炼铸场一点都不美，其他炼铸场都很美，就这个被人类占领，原本美美的景色变这样。啊！我被发现。Don't let him sneak away. Ah! 哎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能这样啊，不能用硬砍的，这个有困难，因为现在的难度打不倒。我还是当一个炸弹魔好了，对付人类。火箭爆炸啦！哈哈，这游戏看起来很好玩，很好玩哦！这游戏很爱，而且它可以玩很久。影片都已经100多集了。No room.这里比较适合用偷袭战术，很可惜我刚刚看聊天室被发现。黑魂不都这样？学习翻滚是你的好朋友。Must have been a cave-in, a big one. 我黑魂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学会翻滚，最后还是过关了呢。隐形大好。认真问一下，千鸟玩这款几小时？就要看，50，目前50啊。What does it feel like？ 哦，好多人类哦。起疑了，他们大起疑了。哇！我觉得免不了要被发现的感觉。边缘人可以先杀，还好还好。
好，还没有完全发现。九道支线都解不完，不会啦，支线清一清，再来主线就快了。还真不错，剩下两位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开挖的关系，这里面都长草了。These will keep.从上面来的，所以啊，那应该不是因为开挖，而是因为坍方，本来就已经坍掉。哇，他们挖的范围还真大。这游戏的最高指标打人类就是无止境的偷袭，刺客大师，刺客大师，哎，这里居然是一只长颈兽，而且长颈兽上面还长药草。好，给我长药草。目前没有看到人类了。I'll find a use for you. 是否都死得差不多了？保护。You hiding from me? Yes. 我在躲你，但你也拿我没有办法。这边吧，随时扫描一下好了。回头好像没有东西。感觉炉心应该快要到了，连这里都有开挖啊！被他们弄到灯都坏了，之前都会亮灯的，真的是啊，一群破坏狂。我好像没有可以躲的地方，就这个掩体吧。
Okay. Okay. Where did she go? Your end has come.硬尖尖真的是好用，这样我应该要叠他的伤害。 是说魔王整个就不见啦，对不对？整个都被弄坏了。 Let's see what they're so afraid of. 还是说我按下去之后，它就会冒出什么？覆盖。 That's it. More machines I can override. 小米。 保护核心。 捡他们的枪。 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